在这里，我看到了饥饿的真相，也看到透过台湾世界展望会的饥饿三十，你我的捐款正在改变儿童饥饿的问题。来自台湾的爱心百米，让许多孩子不再饥饿。我是伍佰，我在非洲的赖索托，邀请你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，一起抢救危机儿童。潘哥鼓。